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龚俊，我正在阿那亚参加路易威登2023春夏男装秀。今天的阿那亚因为 LV 变得非常特别，趁着大秀开场之前，我决定先逛一圈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周围到处都是 LV 的元素。好了，我们即将到达的是呢 LV 的报刊亭，色彩非常缤纷，充满童趣。最近呢，我也一直在剧组忙于工作，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旅游，来到这个小镇感觉非常放松，很惬意，像是来度假了一样。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一身牛仔衣，面料简单干净，加上这些色彩的点缀，还有里面内搭的白 T， 这个卡通图案特别可爱。好了，大家现在也看到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 LV 的秀场了，是不是很壮观？一开始呢，我觉得 LV 是一个带着点严肃、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，但随着这么多次合作的深入，我发现 LV 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拓性、充满奇思妙想的品牌。LV 就像是一个我最期待可以一起玩耍的好朋友，他每次都会给我新奇的点子，不断地启发着我。